接着。来，那个我帮你装上。你要直接坐下去，你就把那个汤。今天要剪英国的是不是？这不是之前的吗？这是之前的啦。你今天超饱的时候你没有拿考卷的时候，他连手都不见了，就只剩这一个，那个就是手的，这是手的，这是手的，他的脸色好蓝色的，下面有写莲花，很小，花在哪里？没，他已经很高了，他已经很高了。没在台看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你都有话要打架，我若打架，我就搞你。好笑。阿爸等一下。本来有四五个人下来。有都有四五个人。鸡没丢，对咯，小唱呀，我一个人可能鸡死我，对吧？改变啦，那只要给你下车，我不行，秒换，胖胖换，明天会怎么样？反正我的公司带你出来，一定不下去找这些东搞一下，我天！哈哈，现在脑袋是空的。我觉得赌城不能成我们之后的三个。你懂吗？那你把赌职呢？这种话只有你敢讲。我在小声讲给你听。你就写，然后他办事这样。他回去看直播的。那就可以减轻那个时间啊。第四鬼。对哈。第四鬼。你交代你他写，他办他。是不要讲话。我写完我就退了。然后我就已经办完了。打个军给你。我是在讲事情。你要小心，要小声哦。我就做啊做啊，感觉一半一半。没有他们，我说他拿个将军给我的。哎。盖子。你被盖回。谁盖的？就他就你不能自我意思说哦，我也办事，那你太自律了，很重。没有，那我刚刚在那讲哎，有没有感觉？我现在没感觉啊。好。下路口。下工。啊。
三级。这么强势，我来吧。哦，很久没敲了，很久没说真的。来鼓掌哦，阿伯目前在做广告哩。我打个比较硬点。没有。哎呀，快跳哦，阿伯目前在做广告哩。怎么样，阿伯目前在做广告哩？哎呦。哎呀！
没当过拿狗的。
还有效，推荐你在去谈生意的时候不定带着，然后以及去谈生意之前哦，可以去附近的地方上，好去跟员工或者是去谈生意谈一下，说好今天要去哪里谈生意，然后呢告诉你生意怎么样，怎么样，好，那我们也是要回来，不白白就是因为你要好好对待。意思要他把对方占你的这个命格上的东西。空少帝君，就是麻烦你的事业也好啦，身体也好啦，工作运势，我要看对方，千万不用讲。以后我会建议你去做做一种，就是对你还是有这个运势的。那无论你应该试过，应该还有，你该就是还有效，比如说六个月过后，比如说你十二月、六月，可以再过来修一下，可以的。来，这个是西亚，那个是朝这边跑，没问题的。好，可以的。他可以拍吗？看不看不看？好像不是蛮人的。要办事啦，要回来。